看起来很多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它料真的很多。好啦，决定再加一点。必啦！北回归线来到水上这边最知名，一定要来这边拍一张假拍照。这个就是它的鱼蛋，真的超像一个小胖胖在咬包子。蛮辣。旁边还有天然厕所。啊，自己手工做出来的一个茅厕。欢迎大家来这边上厕所。我小象，欢迎收看小象爱出门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，噔噔，水上，终于来到嘉义了。哎、欸，复合那么久，该来了吧？该来了。多久没来？自己讲。自己有来，一年半。你带你来。又回归了嘉义媳妇的称号，总要回来好好再拍一下嘉义，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水上。两个多礼拜前，有粉丝说可不可以来拍水上啦？哦，那你很宠粉哎、欸？哪是不宠？大家说要拍我就来了。大家不要每次只看我的国外影片，想象拍台湾，大家也要支持一下好吗？对，而且这一次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，各位，我们要边吃美食边帮大家实测这台 Sony Frog 神机 ZV 系列出了最新的一台 ZV One 第二代。我们这么说也是 Sony 的脑粉。可以看我们的军火库 ZV4， 不是 ZV4， 你在干什么？我老在打结，是 A74 A7M4， 然后这个是 ZV10， 对 ZV10， 然后跟手上这一台 ZV1 第二代，然后还有我们现在手上正在拍的这台，是啊，我刚买的 ZV1， 我没有看清楚，连镜头都是 Sony 的，这两台加起来120,000，败了不少啊。为什么我会买那么多台 Sony 呢？因为前阵子我的 Sony A73 炸机了，那台也是陪你很久。那台陪了有四五年吧，超耐用，脑粉在这。Sony 爸爸帮你赚了很多钱，相机我自己买的，好吗？对，他帮你赚了很多钱，是我自己买的相机，帮我赚了很多钱。你的相机变成房子了，然后你还住在里面。相机我有用到。还有我们今天哈、喔、神秘嘉宾 Yoga， 好久没出现了，有他有战斗力，他很会吃，没错，这个原因。各位，我们要去水上了 ，Go！我们现在要去吃第一家竹下凉面，我们去吃它的凉面，听得出来吧？还有它的凉园也蛮有名的。哎、欸，听说凉园只有早上开，所以说我们才要早上去吃。我是没有在早上吃过凉园，红色粉肠。我们哎、欸，你刚刚是撞到吗？那撞到灯，灯打开了。你刚刚撞到吗？哎、欸，他帮你拍的好美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他竹下凉面，哎、欸，它非常的复古哎、欸。很有嘉义的感觉啊！对了，有有有 有，那我们点一些好了，不要点太多，我们今天要吃很多家。就刚刚那个重点，凉面也要点一个。哎，他没有吃过嘉义凉面，很扯哎，很逊。哦，我就不是嘉义人。那你住台南？嗯，挺凶。啊、你知道嘉义凉面是不一样的凉面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有梅奶汁，那个叫北臭，它其实叫北。嘉义的凉面都是早餐吃，台南的没有那么浓郁。所以你吃到的是麻酱的味道比较多吗？没有，这家跟我们在嘉义吃的不太一样，它有个菜的味道，有个是不是？是不是有吧？就小黄瓜的味道，但很重哎。是你很菜哎，你在那边给我挨，很特别。我们刚刚想说，哎、欸，怎么会有凉园，而且是早上吃凉园哎？我刚刚已经吃了一口，而且它这也是配白醋。重点是它不是热的，因为通常我们吃到肉圆应该都是热的，它是凉的。凉圆，我都告诉你它叫凉圆。哎、欸，好好吃哦、喔，还有那个蒜蓉酱，它其实吃起来有点像水晶饺、啊。水晶饺的清汁，口感蛮像麻糬的。然后里面超不油的，推手的霸丸啊。它比常温还要再冰一点，而且刚刚老板又认出我们，应该有认出。其实没有认出来，他只是看说，他只看到在拍照。哦、你来采访我就请你吃。对啊，就在以后大家拿相机来。没有。哎、欸，我一直很白痴的以为只有台南有哎。啊、台南的比较粉，台南的没有那么红。哦哦，它这个大蒜加的多，医生啊，可以可以。Yoga， 这是你喜欢的味道吗？我很喜欢啊，台南的跟嘉义的一概一来耶。台南的，早上要先吃凉面开始。看啊、喔，木瓜、金蕉、令狗、令狗、火龙果。哎、欸，火龙果为什么没有台语？第二间我们要吃王妈妈，一堆人在排队、啊，超级多人哎、欸！我发现你相机好像蛮轻的哎，可以拿很高。对，我手这样举很高。对啊，不太会重啦。你没有发现什么？它可以直接触碰，好方便、喔。它可以直接触碰，对，这样就可以直接操作嘞。上菜喽！老板超忙的，他
很多人，而且它的面很特别，它面是粗面，不像我们一般吃那种麻酱都是那种细的。对。最难道它是眷村面吗？什么是眷村面？就你最爱的眷村面啊？没有啊，粗面很多都会有这种啊，只是它的口感会比较扎实一点，而且它里面有豆干哎、欸，所以我会喜欢吃粗面，我喜欢吃有嚼劲的。人家都说一定要加那辣椒，你敢加吗？看起来有点恐怖。我刚刚看到每个外带的客人都狂加哎、欸。对，刚刚有一个人加超多，加两三次，超大次的，就这样。这样好吗？就这样。旁边什么？为什么会有饮料？鸟巢，他们老板老板加油！知根鸟巢的老板，你可以继续讲你的口感。好辣，那酝酿了大概三分钟之后再说出好辣这个字，也是辣蛮久的。它不是油辣，它是干辣，麻辣干锅的那种感觉。决定再加一点。闭啦！它就是交给老谢吃啦，而且它旁边还有配这个汤，就是你吃完之后呢，要把汤倒进去，把里面的那个豆干酱料这样混在一起之后再喝。老板要加豆干给我们，你再试验一下，哇，再加面，拜拜，再加面。你要吃到那个豆干，可以可以用。客人吃完说他们是直接最后啦收尾，太棒，好吃。下一家我们要吃青秀豆花。他以前好像是开车子的，对，好像是哦。他现在有店面了，这家开超久，他从1980开到现在。我们刚坐在车上的时候，突然有帮忙粉跑来敲我们的车门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你要吃这家哦、喔，这家可以，这家可以。”哎，他好像是冷气开发的。哎，哇，里面是自己的位置啊。你好，哦，里面是自己家，误会误会。我这花生都，这 yoga 的，没关系啊，算偏甜的。但不知道为什么有一股味道，柴烧味吧？绝对不是柴烧味。他刚是先舀了一匙糖水，然后再舀了一匙牛奶色的。老板，那个牛奶色是什么啊？豆浆。哦，豆浆。看这我们这里糖哦，是炒过的啦。难怪，因为我觉得跟我外面吃到的豆花味道不太多的一个味道。焦糖啊？对，是焦糖味，是焦糖味。焦糖，蛮酷的。而且它珍珠是小珍珠，是好吃的。而且你有发现它这一海的大优势吗？它的镜头从上一代的24mm 升级到18mm， 我觉得这个很扯。本来我就觉得广角很够了，可是这个根本就是超广角。当初我会买 Sony ZV-1 就是因为我需要一个广角镜头，然后没想到 Sony ZV-1 第二代广角更猛烈了。它现在是18-50超广角，桌面的面积就是比较小一点，那我们必须要放在这边。那如果说不够广角的话，它就是没有办法拍到整个桌面，意思就是现在我们都要放在前面，超广角都可以拍得到。18真的很够，所以你们这样自拍就不用怕常常卡到头，或是卡到下面，后面可以站50几个人，不用站那么多个人，站那么多人有点奇怪。好了，那我们吃完豆花，我们等一下还要吃别的，我们今天真的要吃很多。我们刚才被招待一碗绿豆汤，我还偷喝了一口，超好吃，我还真的是有点吃不太下。现在我们要拿着它走在路上，其实它的 steady 蛮强的，因为它有超积极稳定模式。哎呦，有做功课哦。我们要吃这家蚵仔煎跟藕类，我要吃藕类。它关东煮每串13元，然后两串25，是不是涨价了？对，本来是12块啊，涨一块，依旧是小啦，涨一块有涨跟没涨一样。这个刚刚老板是说什么？鱼浆配上培根、火腿，还有三色豆。还喝够，我忙包。来，有没有人喜欢吃三色豆？下面留言看看到底有没有人喜欢吃三色豆。健康蔬菜耶，它不是小学生爱吃的东西。不是有个新闻说三色豆是所有小学生最喜欢的营养午餐吗？从来没有 ，never。那它有三色豆的味道吗？还好吗？还好吗？有啊，退避三舍，价格算蛮实惠的啦。而且老板刚刚一直说他们蚵仔煎很好吃，但是我们说我们吃不下。对啊，老板拍谁？老板拍谁呢？不会了。他们名店名就是脆皮蚵仔煎。对啊，他们招牌是脆皮蚵仔煎。那我们点关东煮。哎，这个不错，而且你可以自己加酱，它旁边这边都有酱。而且我觉得老板他的店其实算蛮可爱的，有那种日式风格的感觉。对啊，老板你开几点？7点。其实我觉得老板如果开宵夜场的话，应该很多人来吃。但这边没有夜生活啊。对，这边应该是没有夜生活。你以为水上没有夜生活？来，你告诉我有什么。我等一下就带你去。好，我等一下带你夜校23.5度。拜拜。我们到。
背回归线，来到水上这边最知名，一定要来这边拍一张假拍照。这台相机还有一个新功能，叫做 My Image Style， 它可以直接在相机上面调整亮度跟色调，这样你就不用在后置软体上面再后置喽。它还有一个功能超酷的，它叫做 Cinematic Frog Setting， 它直接拍出跟电影一样滤镜的影片，拍摄质感大幅增加啊！别漏嘴了。我们之前有来北回归线这边介绍过，北回归线它是每一年都会有所变化，它的位置会移动。各位就这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现在这个北回归线标志，所以它这边有写介绍给大家，大家如果有机会来的话，可以来看一下，因为它是每一年都会变化的，所以它会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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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那边移动。没有来过，你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吗？对，我不知道。我们带大家看完水上这边最重要的地标之外，我们还是要继续吃，好不好？嗯。OK， 不多说，我们赶快去吃吧，我们还有很多家没吃完 ，Go Go！ Go。我们现在要吃这家草鱼，老板竟然现杀哎！哎，快去！你不是最喜欢这种吗？现杀的。这个就是它的鱼蛋，啊，就是在正式油而已啊。哦，它的蛋也太多了吧？对啊。Let me know what you're thinking of when your eyes are closed。哎，可以吃了。在吃之前，我要跟你们讲一个它超酷的升级，智能三音头麦克风。它的麦克风有三个部分来收音，自动收音、全方向收音，还有前方收音跟后方收音。在自动模式下，主讲者跟被拍摄者都可以收音得非常清楚。我跟你们说，它真的是超大进化。我就是那个会把麦克风用不见的人，从以前到现在，我应该用掉了四五个麦克风。我们家有六个单支的麦克风。对，我们家有很多单个麦克风，就是它其实是一对二，然后就变成只剩一个。但是我们在拍小吃的时候，还是会怕有太多的环境音。这边的环境音就蛮。今天有外接这一款 Sony 的 ECNG1， 很可爱。它这个是爱心型指向的哦，强化正前方跟后方的声音，降低左右两边的周遭环境音。所以我们今天基本上都是用这一颗来录。而且它这个非常轻哦，就算加上防风罩也只有34克。还有智能型热靴，直接装上去相机就会自动侦测到了。而且它里面还有小弹簧，可以减少我们震动产生的杂音，非常适合拍 Vlog 的 YouTuber， 好不好？好了，讲那么多，来交给你了。你先吃，我们刚话讲太多了，您先吃。好，哎，它这个鱼其实很大块，对啊，给的真的是有点看侧面，而且老板还招待我们这个鱼卵、鱼肠。我跟你讲，有一个嘉义人的酱料，你一定没吃过的。那是瓦萨比吗？这是芥末，这个是嘉义人的吃法。哎，不要加那么多啦！酱油膏配上芥末。请拿给我哥哥哥哥。耶耶。不好买嘞。耶耶。哎呦，没有很呛，没有很呛，你要把它拉散一点啊。其实真的不会很呛哎，而且它因为、因为我们沾的是酱油膏啊，是甜的、酱油膏，就是甜甜，然后一点点辣辣。哎，我觉得要加哎，如果没有加的话，其实比较淡，味道比较浓。哦，好好吃哦。你昨天是不是讲了一件事情，沙西米跟芥末是不一样的东西？真的吗？他们不一样的，他都不一样。芥末跟瓦萨比不一样、芥末是芥菜，瓦萨比是山葵。哦，你不是煮饭的吗？对啊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、你是煮饭老师哎、啊怎么了？我现在是英文老师。多彩多姿，非真有，大家不需要认识了。哥一口都还没吃，草鱼汤。生病体啊。评价决定题。汤汤本身就很甜，吃食材原味。好，现在大家可以来吃这家。现在要去买馒头。陈红手工馒头店，你好哦，看哦，很大颗呢，就大了，只有这两种啊，只有这两种了哟，黑糖没了，哇，黑糖也太抢手了吧，白馒头也没了，哇，我们就一个包子跟一个红豆就可以了，谢谢。哦，那其实红豆有做记号哦，好，哦，那其实应该每一天都卖，很快就卖完了。就在这边完成的、对啊，哇，那很算很干净呢，对啊，很干净，对啊。谢谢，谢谢老板，包子来了。Yeah. 啊，袋子嘞，我刚刚还给老板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他想说，哎、你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啊？对，他是环保小店。对啊，我没办法接受很多塑胶袋这件事情。他今天没有带那个环保餐具，他整块。我很懊恼，我超懊恼的。没事没事，我们这台相机也是环保相机，它使用的是回收塑胶，而且它的毛罩也是 PET 塑胶回收制成，在我们拍摄影片同时，也可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呢。这么有意义，又符合我的精神，有符合我的精神。环保小尖兵，你先吃，我先吃。红豆包子我没吃过，而且哎。它这个真的是现做的，你有没有看到后面这个粉？知道了，应该干掉吧？这不是没有蒸熟吗？
顶多就是它不均匀。哦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因为我们家以前做包子的、啊，你们家不是也做包子？对啊，我们有人。高丽菜包哎，很厉害了，很好吃哎、欸，它高丽菜包好吃哎、欸，它皮比较厚，蛮厚的。哎，它是荤的啦，哦，对吧？还有碎肉，我们可以去吃下一家了。刚刚 Yoga 吃一下，真的超像一个小胖胖在咬包子，厌烦了。好啦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要走去另外一家甜点。Lili Coco， 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样子，我手拿，其实它的角度是非常的好，我可以拍到所有人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跑走了是什么意思？对不对？多人人脸对焦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三个人的脸都是清楚的。我就不会变背景了。我这样嘞？有，应该都有了。有可爱的咪。有了。Lili Coco， 我们到了，来吧。可爱哦、喔，哎、欸，里面很可爱，你看它的环境很可以。我要先吃它这个奶油，它奶油刚刚说什么现打的，这是阿萨姆口味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奶油不油腻的，完全不油腻、就是打得非常的蓬松，它的那个茶味很浓哎，阿萨姆的味道。有种蛋糕也是吃起来这种口感，奶油乳酪吗？哦，对，啊、因为巴斯克本身就是奶油乳酪蛋糕啊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只知道它叫巴斯克，那我不知道它是用乳酪做出来的，它主要成分就是奶油乳酪。嗯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果然是有在做菜的哟。还有这个，刚不小心又被认出来了。超大的，这是要怎么吃？这个比拉米苏那家超好吃，但是他说要等15分钟，所以我们就带回去吃。可以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去外面继续奋战。我们最后一家，我们要吃大亨堡，中式大亨堡，其实就是这个，噔噔，抓灯，里面还有那个什么。这个是烤洋葱，什么烤洋葱？可以，哎、欸，看起来超好吃的，你们要，我们要吃几个？一个就够了吗？嗯，我其实觉得我可以自己吃一个。可以，又可以两个好了，那我们两个好了，谢谢老板。哇，哎、欸，它料看起来很多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它料真的很多，它里面有甜姜、小黄瓜、菜脯，还有最重要的。炒洋葱真的是第一次遇到大肠包小肠里面有包炒洋葱，但你甜姜可以吗？你刚不是说你不太吃姜？可是它真的是甜的，它是甜的，它不会有那种姜的辣味。你是不吃老姜，你是不吃老姜哦？它料其实真的很多哎，很排斥。而且它这边有生蒜头，所以你现在是怎样？要准备吃？我要吃。好想知道，你还没有跟大家介绍一下旁边还有天然厕所。它这边的露天厕所，对啊呢，自己手工做出来的一个茅厕。欢迎大家来这边上厕所，可以吗？可以哈。那你不用上厕所。好的，那我们这是水上美食之旅结束，吃爆水上。天哪！而且水上的人完全没有让我失望，完全那个嘉义人的热情就冲出来了。冲出来，他们超友善。很久没有回到嘉义拍了，结果殊不知一回来，哇！其实我们今天吃了好几间，然后最后要付钱的时候，老板就说 ：“Man， 下里。”老板就是直接有粉丝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就有没有从哪里来？从水上来的、啊？没有，不是，也有从太保来的，也有从其他地方来的。来嘉义其他地方的粉丝就来水上找我们。可能大家终于看到我返璞归真的时候了。不过通常都是在国外，也是抓不到我了，很难。我们这次还要感谢我们的 Sony ZV-1 第二代，帮我们拍出这么棒的影片。真的很推荐像我们一样的 Vlogger 也可以来。试试看这一台，我很爱它的环保材质。对，我觉得这很适合它。你可以为了环保材质去买一台。我可以，而且我很喜欢它全白。我们其实有点吓到，它多了那么多功能，而且很轻。我们都很需要很轻的设备，因为我们就是到处跑的 YouTuber， 很需要。喜欢的大家可以去买哦，现在他们刚上市而已，可能要赶快抢了，我怕之后会没货。那我们这次就到这喽，喜欢小亮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小铃，拜拜。拜拜。好奇怪哦，好像不在拍什么奇怪的。奇怪的北回归线，就是这个滤镜我选的很奇怪。